翻开经本，阔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圣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事功德，转正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利，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在增长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成事功德转增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够接受佛法，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就殊胜了，是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
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的，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语言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物语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啊，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个到三恶道去了啊。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语言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啊，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啊。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啊，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啊，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这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选择了这些邻居啊，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啊，他就有善良的学习啊。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啊，母亲照顾得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啊，为了儿女不顺心啊，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一些朋友啊，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啊，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尊啊，建念佛堂，
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啊，上善是指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啊，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啊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到底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渐次成就。依旧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的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别，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僧界。
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啊，不退初心啊，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期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啊，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啊，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实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啊，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
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啊，能够相信了，能够学习了，这行相应啊，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呢，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那古人所讲诚在理，这个理是什么？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吗？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啊，你能够专心礼拜啊，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是切如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理业心啊。这个意思就是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啊，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啊，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很不容易啊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啊，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
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的。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
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呀、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恶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呢、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祈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祈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了。佛菩萨真正觉悟了不求善果那个叫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做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作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祈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希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去往生，希求西方极乐世界祈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
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八土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情景啊，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行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啊，那一定要祈求相应啊。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啊。随着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啊，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一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啊。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这分心的啊。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啊，这样比较容易实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啊，甚至从来没有见面的啊，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啊，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个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啊，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啊，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啊去游离啊他方世界，你会呀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上是显机显应，过于称离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啊，总结前面一段。
体验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卷书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即同善见律天人现梦啊，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啊，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啊，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啊。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凡圣之事无非什么。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间，你仔细去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了。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啊？梦里头不要再造业了，你就算是觉悟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去计较呢？为什么不在梦境当中做好事，多做一点善事，积功累德了，往后你还继续做好梦啊？如果你造作罪业啊，你往后那个梦全是噩梦。不想做噩梦，天天想做美梦，那你觉得要做好事知道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讲的真相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刹那即
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啊，归结到念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深解意趣。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来？心现的。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唯识所变。实在造作，心现相啊！告诉你，相是妄相，实也是妄实，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实，你看在佛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啊。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啊。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实。那么把这个假相妄实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个目标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就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
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这叫大愿。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肯定呢不会落空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习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舍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因。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现出离六道轮回。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不是讲那么清楚吗？华严经也是讲得这么清楚。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的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那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呢？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啊，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
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我们不是供养斩理称名，这个都是修行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这个不是普贤行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利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离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不可思议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理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他走了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落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立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十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
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50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他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呢。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啊！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啊！冤家债主为什么会找到你身呢？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他就着了。你不执着他，他真的他看不见你，他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哦，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啊，他来报复了。啊，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呀，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都沾不上你的边呢。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啊，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啊，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啊。啊，不管他怎么作怪啊，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稍稍就好了，不会伤害的。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的。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呢？妄想分别执着老了。啊，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有无是一，不是二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的度者。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十无众生得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你要说佛说法叫报复，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涉及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啊，
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啊？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做做而无做，无做而做。这个里面的有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做为众生做，无做没有为自己做。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气中，这真觉悟的，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在存在来说呢，它与刹那即相应。在现象上呢，它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得失不关心的。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一。这个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教人呢，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这是教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
说讲经说法对我们反复讲的呀。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话。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表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越悟越深，越悟越广。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一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的太明白了。所以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处处都是表法。表法就是说法。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说这些诸天的天王，直截了当说就是了。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发生大事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这样一说就说死了。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那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发生大事，都是这些杂神众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你说人活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发生大事。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会了净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净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我们能契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才知道啊。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语言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真正是彭吉亲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
明白之后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啊，无求，自信就现前啊，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刹那即真相虚。啊，他这个幕后一句注解，幕后一句好，六十七页第二行啊，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啊，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啊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十啊，然后讲三七十，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了啊，三年不间断啊，足见他的恒心毅力啊，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啊，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经念相续这个要求啊，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啊，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啊，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啊，你得到啊鬼神的护卫。现世一时丰衣，无住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宽其身。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现在这个世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我们怎样的处置？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你的一时不缺，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呢，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认真努力呀，一心念佛，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横是灾祸，天灾人祸，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寄生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念菩萨。很迫切，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决定没有夹杂，
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课堂的作业啊，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做完之后了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要把这个业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的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大脚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呀！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对头，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这是不对的。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生永护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得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你的果报当然殊胜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戒位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佛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
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啊，这才是这个善男，不是普通的善男啊。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他发广大慈心啊，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啊，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化界啊，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于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于处理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读得好，此是大菩萨行，悉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啊！非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啊！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力啊，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啊，都是没有真正发心啊，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真实心一定要助真实慧啊，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啊，在无量寿经上叫助真实慧啊，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啊，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
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分此分彼，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嘛。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啊，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啊，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啊，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啊，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啊，舍己为人，啊，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啊，供佛有供灯。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供灯取这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了，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啊。所以相表无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相表这个意思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啊，所以这些供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啊？啊，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缘而已。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信之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也。这提醒我们原教初信为的菩萨，
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初信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初果相同啊，我们就知道初信为入圣流啊，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信位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他得到保证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啊，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啊。见惑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啊，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啊，他知道身不是我啊。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啊，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啊，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不喜欢了再换一件啊，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啊。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啊，没有一丝毫的贪着啊。凡夫之人他迷惑啊，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啊，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啊，很小的小孩哦，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啊，不惊不怖啊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的 啊。如果说是贪念执着啊，不肯舍弃，往往呢那越换越坏呀。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恶鬼畜生地狱啊，这个都是贪嗔痴没放下啊。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啊，永远
立三恶道啊。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至心，皈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你没有照做啊，一是要照做啊。啊，经上叫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叫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啊，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啊，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了，太大了，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香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啊，香是戒香，要持戒，要守法啊。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衣表忍辱，啊，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啊，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呢？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
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啊，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啊，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啊，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教导他学佛，啊，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的。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课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早课提醒自己，啊，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啊！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点这一支香呢，我自己这一天呢，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了。啊，如法就是持戒。啊，也要劝人守法、守规矩。啊，你这一支香没有白点的。啊，劝人家。种善因，啊，断恶修善，这是供花了。啊，这个花没有白供啊。啊，所以这些表法都提醒自己，自己要做，要劝别人做。啊，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啊，所以他不能成就。啊，末后世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啊，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
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